KTSF 26台关心你的健康，为你带来卫生常识小提示。根据中冠岛 San Mateo 县公共卫生总监 Scott Morrow 医生表示，新型肺炎主要经由飞沫传播，所以打乞嗤是最容易传播病毒。原来讲嘢一分钟或者大叫六秒所喷出的飞沫量和打乞嗤一样，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遮盖面部，减低飞沫喷到空气中，以致我们可以保护到身边的人。KTSF 26台提醒你，个人卫生做得好，疾病预防成效高。